玩连线时间1:58。啊，呢个又系呢个俾你唔俾散嘅 server， 呢个系解嘢嘅 server。今日3月31日，聽日4月1日咧，就去呢個尖沙咀科學館嗰度，即係參觀，就1:30參觀到2:45。唔係記，我記得2:30，跟住2:45聽過，聽到4點，即係聽咗1.05小時。佢話有3個選擇俾你，即係又可以去 Miss 介紹嗰啲餐廳你去，即係第一個就係咩海鮮餐廳，第二食呢有咩江南唔知咩餐廳，第三就係咩拉麵餐廳。我想問，如果係咪會少數服從多數？我就選擇唔食嘢，甚至係食物多選。佢話第二個選擇就可以唔食嘢，甚至可以食麥當勞。啊！之前去 KFC 買早餐，即係每逢假期嗰陣時，唔知點解，即係 M 記呢啲咁嘅地方都係成日都比較少人，喂，比較多人。M 記啊，大家覺得啲地方比較多人，但唯獨是 KFC 比較少人。KFC 少人永遠去嗰度買早餐嘅啫。你今日星期日星期六，大耶穌受難節翌日，紅色嗰一即係好多人放假，因為公眾假期。在3月31日，即今日呢，其實可以話3年前，即係2014年3月31日，唔係應該4年前，即係呢個教育營落大雨，有個活動喺長洲教育營嗰陣時，即係5日4夜有個活動，就係去呢個張保仔洞。但係去嗰時去唔到嘅，因為點解？因為落住大，因為呢幾日都落住雨，所以去唔到。
即係呢五日四夜到到四月四號，跟住翻啲坐翻船翻翻嚟咧，啲時間已經係要兩點幾啊！今晚就出咗呢個海軍呢個 BL 四嘅海軍風暴啊！呢個資料片，跟住然之後喺 Form One 嗰陣時，即係2014年10月1日咧，去呢、這個小唐教營，就小唐營嘅，即係三日兩夜。呢、這個小唐營咧，幾多次喺西貢唔知邊度，即係香港嗰度喺班。即係今晚又俾我撞到呢個教營嘅導師喎，佢就話相信有好多，相信有部分同學都認得我啦，之前都見過，之前即係意思係三月幾嗰陣時。係，即係而家有嘢發生咗，就話。你都知啦，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之前就話喺台灣就有一個講座就唔知咩反共啊，於是佢講座嗰陣時候就提出呢個港獨字眼，又話啲人可以啲港人可以隨時考慮成為獨立國家嘅，即係既然之後政府就梗係好嬲噶啦，即係強烈譴責嘅，實在強烈實在而家強烈譴責有咩用咧？都一樣，都一樣，都係淨係得個拗字。即係我覺得今年都比較多嘢發生喎，即係首先就係、是、即係北韓，即係個關北韓同其他國家翻去緩和啦。然之後就係、是、因為呢個俄羅斯前特工喎，然之後好多國家都報聽到俄羅斯報復驅逐曬呢、这個驅逐曬好多個俄羅斯外交官，跟然之後俄羅斯又報復又驅逐好多美國嘅外交官，跟然之後就係呢個虐兒案。这个恐怖的九把车祸大把的发生，可以说今年我觉得好像比较过得不太平常，可以说昨天我去這個長沙灣這個花花隧道裡面拍了照，然後在深水埗看 game， 之後經常我聽到經常 Facebook 都聽到 Battlefield 不知道什麼類型，即是 Battlefield 不知道什麼，總之只知道 Battlefield 就說在今年裡面出，但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為還未知道，未知數，即係會唔會即係之前都出咗呢個一次大戰，即係 Battle 一嘅 game， 會唔會又出翻二次大戰咧？即係 Battle 一我已經升曬級啦，真係升曬級，但我唔知道會唔會再更新，即係仍然都存在變數，因為之前就話嗰啲主武器就話有啲黑色 skin， 甚至有啲黃色連埋嗰啲唔知咩傳奇，跟住又有特殊嘅精英嗰啲 skin 咧，令到好多人幻想，令到有好多人。幻想下，咦？既然出呢啲啊，今係咪真係會出新地圖咧？咁呢啲嘢佢哋都諗緊，呢啲嘢係未知之數嘅，話俾你聽。係喺人哋話，太攰又再出啲啲咩咩先啲個嗰啲地圖，即係我都見到，其實嗰度都有好多嘅，即係包括即係有好多槍，有一個 M1912P16嗰啲實驗，即係嗰啲。GTE 佢話會出嘅喎，然之後呢個卡爾卡羅 M91 狙擊手呢支卡賓槍，呢三把色步槍狙擊手，即係出嗰啲顯身型步槍，即係要你殺300個嗰啲啊！正如好似呢個 Battle 4 CTE， 即係出咗 AN94， 出咗唔知咩槍唔記得咗，呢支咩 Martinic 嗰啲手槍，好似散彈槍嗰支。
日都嚟啊！我要出动啦！先唔系咩先 cannon 出，终于都嚟啦！等咗好耐，依家先一过嚟，真系好多人嚟，成日都见到有哇！屌你老手啊！佢真系真系可以话快，冇扯啊！你扯我打败佢个头话咩？啲我唔怕你，你试下杀我，你杀咗你俾人踢走啊！俾你，有够胆就出嚟啊！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生要见人，死要见尸。OK。冇走到，解槍。咁樣纏住好似唔係辦法。戰車零七。你又前就死前走咗，我今日都比較熱嘅，今日都29度，真正嘅春天先嚟，真係嚟到啦！即係下個星期一就放完呢個復活節假期，著緊嘅定係功課。我已經知道有好多功課啦，不過嗰時偷咗一樣。玩四仙俾你值嘅特呢個連線都要好耐，話俾你聽，先十幾分鐘。呢個 dash server 已經又撳咗啦，屌你乸新，又都撳之後做咩啫？有用咩？仲喺度。禁止有用咩？我又想問點解要禁止？即係琴日我如果打算話即係再解除禁止嘅話，如果當即係見到 BAD， 我一定唔走，當面同佢講，就話嗰啲嘢即係話覺得你啲管理者就話濫用呢個管理員嘅權利，喺度亂咁踢走人，即係呢個 dead server 幫襯最多一定係我啊，因為成日嚟啊嘛。即係我就想同佢講，如果即係話你禁我幾多次，我都會自由嚟，我堅持。但係嗰個話即係同即係話呢個係叫唔叫恐嚇佢咧？如果你再踢走我嘅，我就會舉報呢個 server， 你嘅 server 就要灰飛煙滅由此。即係你呢個 server 租咗之後，即係成日租 dead server 嘅，租 dead server 咧係好耐都冇人喺，好耐都冇人玩過。應該話計一個禮一個月起碼得幾個人玩嘅啫，唔計嗰啲管理員，因為你啲管理員次次都係凌晨咧，永遠都見到兩個人喺度，兩個人就喺我最衰差數一定係 BAD， 因為點解？因為 BAD 成日就話有即係衰話就凌晨嗰時對戰啊嘛，之前嘅 CAD 咧，另一個就 BAD 新人，唔記得邊個。呢、這個 CAT 俾人另外幻想翻嚟，佢亂咁踢我走嗰陣時，濫用權利。
我估啲 BAT 即係成日都淨係個嗰一句知係 BAT Battery 四嘅 game 嘅啫，即係每次都冇即係你玩 BAT Battery 四嗰時永遠就自己玩嘅啫，即係唔會第二個 server 玩嘅，淨係 BAT 自己，因為 BAT 嘅呢個 server 自己啊嘛，即係永遠就係唔會同人對戰。即係甚至呢個 dash 嘅法都係整一啲對話係恐嚇人，即係例如話之前就 anti hack 其實揾啲我啲 server 啊嘛，即係話有個外掛淨係著呢個 server 係嘅係咁喺度講，即係好嗰啲係恐嚇人嚟，但係你恐嚇唔到我嘅，因為日日都過唔厭，同埋咩 destroy A before A 機個個都架 hack 機就話 you will be banned， 即係話你如果 set 咗 M 加 mission，M 加 B 就會俾人 ban 走。如果我嗌人咧，我要叫。